东北自驾南方过年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宁波奉化区明艳村。明后两天有可能有台风和暴雨，我买了一些物资，这两天就准备在我的面包车里边度过了。我来取菜。嗯，王同学，王同学就这个。嗯，我进啥来的？什么东西你拿？嗯，好好好。还有一袋鸡腿儿。鸡腿啊。嗯。啊，对。鸡腿子吧。对，我数一下看够不够啊。矿泉水儿，三个香肠。一个豆干儿，然后咸鸭蛋饼，鸡腿儿，够了。啊，那我就确认提货啊。这钱没付款。这是网上的，付完了。哦，钱没付款，付掉了。付款了，我确认收货就付款了。矿泉水放前面，给车加点重量，我看你怎么把我车吹跑。今天有鸡腿吃了，做这个鸡腿吧，鸡腿炖酸菜。本来我是照鸡走买的，结果他发来的是鸡腿鸡翅根，看不出来，太大了，所以我用我的电锅做不了，还得用气儿。昨天大姨给我的这个青菜油菜吧，昨天炒着感觉挺好吃，我觉得趁着没下雨再吃一顿，下雨了在车里还不方便。菜太多了，我的盆儿洗不下，直接用桶洗吧。喂，我这修什么？这什么菜啊？油菜。菜。一咕噜啊这，你学一会儿跟来。我听不懂。听不懂。咱俩听不懂。听不懂。过年都没回来。自己家去啊？我听不懂。什么东西啊？鸡腿儿。鸡腿儿。我给鸡买，鸡哪里的呀？买的呀。买的。几块鸡啊？这些10块钱。俺家鸡十块啊。根本买是十块疙瘩。没听懂。十块多啊，2块啊。你说贵了还是便宜啊？几块鸡啊？十块。十块鸡，根本是便宜。十块鸡几还咋还了？哪里买的呀？网上买的。网上啊？啊。我感兴趣做。网上就去做。啊，啥我喜欢？网上我买了。俺瞧你搞没事。这不是多，这不是钱，搞回去啊，啥玩意儿？网上。哎呀，小黄。突然这个鸡腿儿，我就不想炖酸菜了。再放一袋火锅底料，炖点鸡汤，然后下点青菜。这鸡腿太大了，10块钱8个鸡腿。
放一袋进去，估计上次吃着好咸，这只咸咸点吧，放点味精，放点白糖，干辣椒、八角，还有姜。扒了了，自己在里煮吧。这个是南通神秘朋友给我买的洗衣粉，我把这个洗衣粉桶刷一刷，这个桶从家里带出来就没刷。没上色呀，这个没有老抽上色快。再煮点青菜，鸡腿边煮，鸡腿没怎么熟，菜能先熟，我饿了。早上那会儿有来卖那个年糕的，当时我没听明白是什么东西，然后过后我问当地人，他说那是年糕。年糕那个东西咋吃？明天再来我也买点。早上来他喊的我就没听懂，大家看看你们能听懂吗？大家有没有能听懂这个车是卖什么的？我是听不懂。鸡腿，这叫鸡腿火锅吧，鸡腿炖油菜。鸡汤，小花，啊，那我吃个鸡腿吧。小花，我吃个鸡腿给你来，我怕没熟，太热了。哎，没熟啊，黄啊，你再等会儿啊。没熟，咬不动啊，黄瓜。能咬动我就吃一个给你。那你脖子上还有脖套呢，一看你就不是流浪狗，你是有主人的吧？嗯，那是不是老鸡呀、啊？咬不动，这鸡不得500年啊？嗯，给你个鸡皮，特意给你咬的，我都吃不动。告诉我你谁家的？你不告诉我，不给你吃了。没熟，熟了就给你了。咬不动。嗯，真心咬不动，那给你。你这不嚼啊？宝宝，宝宝。